好的，表大姐。原来他们是在抢床。那个床嘞，被大姐抢走了。表大姐。大姐躺的好像在上面躺很久了。有录影存证，那才躺不到十秒钟。公公床嘞，床嘞，床被抢走怎么办？再买一张啊！干嘛呢，宝贝？他先床抢回来了，抢回来了，抢回来了。冲啊冲啊冲啊！